题组时，释放作业系统功能的设定，搜寻档案，开启，搜寻，Print screen， 接着开启 Word 档，贴上，再搜寻一个，Print screen， 一样贴上。另外一个键盘的设定 ，Win7 和 XP 并不一样，因此只做到这边。储存档案 ，C 槽，刚刚建立的资料夹，测试结果，档名为考生姓名，括号-2，确定，这样就完成了。